啊，富超，富超在不在？富超，富超到旧金山这边来，直播台这边来。那个可现在是这两位韩国玩家，因为他们用的摇杆不和我们中国玩的不一样，那么他们克服了一下，然后一位还是直接可以要试吗？啊，试一下。哦，可以开始是吧？好，我们这边是韩国的红色肯，红色肯对阵这个叫什么名字啊？就说一下那个，我也不太熟。哦，这个名字我也有点。英文。这个英文怎么拼啊？叫阿坚来拼吧。这个是怎么拼的？红 espresso 对吧？啊 ，Redken 对 espresso， 啊，这是两位韩国玩家的内战，也是使用长手对冰。啊，这个红兔子去年在中国这个比赛里面啊，用冰打长手是打赢那个16强的长手，看一看啊。啊，红色肯说错了，不是红兔子，红色肯啊，他这个冰打长手很有经验，看一下角落，哦，直接前走啊，那边什么情况？赢了吗？赢了，可以啊。温州的阿胜啊，多年不打街霸，但是功底还在，打赢了这个长春这个实力很强的一个冰玩家啊，刘星，是几比几啊？3-2，可以。心态可哦，下面是长春的无限连对阵温州的20强。哦，我们温州的20强游具啊，游具著名的大兵玩家啊，用兵啊，据说游具没几个警察能搞过他的，看一看这个无限连和20强啊，直接开打是吗？哦，那个那边舞台那一边尽量不要上来，这么多人，下面下不要上去这么多人，不要上去这么多人。哦，这边红色肯是1-0领先韩国的 espresso 啊。
啊，看一下，红色肯啊，一个下重拳失误，连续几叉，哎呦，反杯，哦，叉子已经掉了，前跳重拳，哦，这个没压好，没压好，一个反杯，1-1，然后这边正式开始了吗？还没有开始，青角。还有哪个键坏了？就一个青角是吧？堕天使，有一个青角坏了。啊，这叉子，对，那边这一边，啊，现在暂时不换了，他们自己都用三合摇的。哎呀，天使有没有机修啊？这啊，换了个键。巴西他那个是自己做的，你要花很长时间到这儿。就几根线接着。行吧，到时候打到巴西的那个没有，然后再看。我打到这里已经打不下去了。然后看一下这边红色肯和他们的队友，哦，前跳重拳防空，直跳重拳，哎呀，这个下中脚是应该是拉脚刀的，进角落背，看看有没有反背，哦，跳压失误，好的，一个下重脚，下中拳，哎呀，这个失误了，2-1。红色肯现在红色肯是2-1领先，对面韩国的 Espresso 是选择了警察，碰到的也是个警察，对呀，警察和苏联。我打苏联老爷，完事以后被谁呀？
现在是红色肯的赛点，上来发波，慢波，动作很标准啊。好的，连续两个，一个波，一个下重脚，同时中，踩头脚刀刮回去，连续两个波，好，没有空杯，到反面两个下中脚，又拉开距离。好的，一个脚刀，哎呦，没有空杯，空杯就完蛋了，啊，没血了，基本上。这个我感觉啊没希望了。那么红色肯，拿下比赛。然后他们两位有没有要不要紧？他们两位还有两位韩国的，这两个 LSK， 还有这个是谁啊？李胜基，你不要叫。一个是李胜基，一个是一多 Hill 兄弟，还一波，还一波。